只是这几天见我妈茶也不思饭也不想的，也不知道她老人家这是怎么了。瞧这个天还早着呢，我不免把她老人家请出来劝解一番。妈呀，女儿有请。来了。老头子下世早，撇我母女受煎熬。妈呀，换服了。罢了，一清早些起来把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儿吗？我说妈呀，我瞧您这几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的，您这是怎么了？你这个孩子一天到晚的净玩，你没看看你妈这两天脚都肿了吗？哟，你看看肿的怎么着，还没好呢？没好呢，我连鞋都穿不上。你呀，另外呢，你爹也死了这么多年了，还有你。我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还不说搞个对象结婚呢。妈，我爹故去那么多年了，您那就想开着点吧。哎，关于我的婚姻大事，女儿我还想着呢。是妈。哎，您别想那么多了，咱们呢还是打起精神来做买卖要紧。对，还是你说的对，现在呀，这东西老涨价，咱们呀也还得维持生活做买卖。妈，好吗？哎，妈，咱们开门做买卖还是先要说两句吉心话啊。好啊，那谁先说呀？我先说，您听着。你说吧。正是买卖兴隆天子好，财源茂盛打三枪。沏茶，好，我给你们沏六壶茶。
六个茶碗。不用，一个壶一个碗。哟，六个人怎么能一个壶一个碗呢？不要紧的呀，我给六个人钱还不行吗？哦，行行，去沏茶去。妞啊，沏茶来。他有钱，他给六个人的钱。妈，刚才我送茶进去，中间那小子他一瞅见我呀，一个劲儿冲我挤鼻子弄眼睛的，一定不是个好人。是啊，我看他也不是好人。妈，您可多留点神呐，咱们可不能吃亏呀。你放心吧，小心点。啊，你放心吧。慢点。哎哎哎，您尝吧。好好好，尝吧尝吧。哎，尝尝评评。喝喝，水也不开，叶子也不落。哎，我说茶婆子，哎，水也不开，叶子也不落，欺负大爷没喝过几千块钱一两的茶叶子的。您就看看，就凭他这个德行，怎么了？还喝几千块钱一两的茶叶，可这也难说呀。怎么着？现在东西都涨钱了，也许有这几千块钱一两。你呀，甭说那个，反正水不开，叶子也不落。我跟你说吧，哎，这一定是我们小妞啊，哦，慌了慌张的，是，把茶叶抓错了，哦，水呢也不太开。是，我让他给您换一壶。哎，换一壶啊？谁气的？小妞啊，小妞儿气的呀。是啊，我还没喝呢。啊，没喝你就挑眼呢？我挑起来搁着呀。啊，对对对，等着。哎，来来，哎，小妞儿不是办错事的人。来，我再尝一口。好，水也开，叶子也落。对对，喝的大爷肚子里头啊，不嘚不嘚还冒泡呢。你瞧这块贱骨头。哎，小子，偷银子。哎，快点。哎，茶不来。哎，瞧见这个了吗？瞧见了，这是茶钱。哎，叫你们小妞儿再沏上一壶茶。他的手呢抵御我的手，我的手赋予我的口，喝下去这么一痛快，全给他买花戴。哦，全给他买花戴。对，你们家有钱。有钱，你是大款。那算不了什么。那你为什么不把你们家的祖坟给姑姑？你别废话了，说了半天你感情不认识我呀？不认识。我父石旭龙乃是太原府的总镇之职，不才公子爷石文。哦，您就是石公子啊？不敢当。哎呀，这真是有眼不识金镶玉，岂敢错把茶壶当夜壶。哎，夜壶你怎么放在这儿了？我瞧你们小妞儿长得不错，许配大爷我，你是愿意不愿意呀？哟，大爷，哎，您这么一说我明白了，
看我们小妞长得不错啊，那你也该托个媒人到我们这儿来说和说和，那我们还有个愿意不愿意。我不是等不及了吗？你怎么那么着急呀？ 啊哪有你这么大的小伙子满茶馆里找媳妇？难道说你妈跟你爹也是在茶馆说和上的吗？我告诉你，哎，我们是正经人。正经人、啊、给我滚出去。滚！大人啊，您过来。干什么？咱是正经人。正经人？哎，正经人。他正经人我也不管他呀。他正经人。哦，我明白了。哎，进门的时候啊，没拜丈母娘，我一拜丈母娘他就愿意了。哦，挑理了，对不对啊？哎，瞧我的，瞧瞧您呢，瞧您呢。哎，丈母娘在上，小婿有礼。请。哟，大爷，哎，过来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啊？他是打是疼骂是爱啊，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呢。大爷，哎，他是翻了，翻了，看起来软的不行。那怎么着？咱就得动横的，说翻了就抢。哎，没错，说翻就抢。都准备着点啊！爬脖子，把你们小妞儿给大爷便罢，如若不然，大爷带着人多，我要抢。哈哈，哟，哈哈，要咬我啊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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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，哎呦，闪了我的腰了！慢着点啊！哎呀，您干嘛生那么大的气？怎么？不是要要我们小妞吗？那没错，非要的不可。好，我让他呀梳梳头，换身衣服。跟你去不就得了吗？这不结了吗？怎么着？快着，你看见了没有？还是得动横。对，得动横的。软的不行啊！真是的。哎，快着，快着，快着！哎，别着急，别着急啊！来了，哎、快着。你不是要抢吗？对，不给我就抢。从你布尔过来。干什么？我让你一抢。哎呦！哎呦！啊！得了，他们都走了，你也让我过去了。去啊，过去啊，给他去。我给了，给了，又、啊、还得给。我不行了，我没钱了。没钱了，扒衣裳，扒。扒衣裳，对，这得了，哪有满街上扒姑爷的？这个别废话，是是是，这是给您拿，哎，哎，快点！您怎么全都要啊？我全要，快快快！要那干什么呀、啊？您这管我呢？走走走，嗯，行了吧？行了，啊、您这不就凉快了吗？我告诉你，帽子，帽子啊。你要帽子干什么呀？老太太成鸡蛋。嘿，人家戴的帽子才成鸡蛋啊！啊，这困，这也得穿。要要要，脱。困死他！哎呦，得了，您让我过去的。让你过来，你要叮嘱我三棒子，我就放你走啊！三棒子。对了，一棒子我就回老家了，我。你招打吧你。你打。原来是十万兄不断，因祸这般模样啊！哎，我说矿中贤弟，你不知道、哦、这个老班子不讲理、哦，我跟他没完。你没完，我跟你没完，怎么打吧你？你怎么打？我跟你没完，你没完，你没完，你呀、啊，你接着我的吧。不结合是跟。妈妈，他乃太原崇祯公子。妈妈若是早上闻讯，他不想着他自己的儿子，还想着妈妈不成？是啊，找到他们家里去，他们家大人能够向着他吗？还有我好果子吃。好，正先生，您说的对。您看今天的天气还早。您请到我茶馆去喝点茶好不好？萍水相逢怎好讨扰。
四海之中皆为朋友。行，骂马蹄还不错。看你长得漂亮，非要娶你，我不干他就要抢。那么后来呢？嗨，多亏了这位公子才给瞒开了、啊、赶快去沏茶去、啊、哎哎，快点。我不累。妈，您累吗？我不累。您后面歇一会儿去呀、啊。我不累，我歇什么？妈妈，让我们瞧下去。你瞧你瞧。Thank you.
小生有意与他配上。什么？啊，三房五。吓我一大跳。三房五。好，我跟你说说他。妈，他说什么呀？小六啊，人家说你拉弓拉得好，他要给你配上。哦，那真是好，真是好。哎，对对对，三棒弓。我说弓三棒啊。啊听我妈说，你要跟你们配上。三掌功，三掌功，拉得不好，不要您笑。我不笑，妈呀，咱们别笑，咱们等着。就咱们等着。今天脚不好，您给我问问去吧。哎，好。壮士停了，妈妈，我女儿问您呐，就会拉弓，其他的兵器怎么样？十八般武艺，点点精通。哦，妞啊，人家说了，十八般的武艺是渐渐稀疏。妈，您呐又说错了，人家是渐渐精通。啊，好，渐渐精通。妈，哎，您再跟他说下去，以为我要跟他比说。哎，你把我腮帮子，没完了。壮士，哎，妈妈，我女儿说了，她要啊跟你比船。比船啊！坏了，我也答你一下吧，找回点的。
去。要东西来的、嗯、是人家壮士送给我的，送给你的啊？好，那我进去问问。不信您问问去、啊、好，我问问，要不是送给你的，我非揍你。您慢着点、哎、您问问壮士妈妈。行了，这把扇子是您送给他的还是我们妞跟您要的呢？扇子对，是我放送大兵。哦，是您送的吗？对，是。那么您还有没有啊？嗯，要是有的话也送了我一把。您有没有？我有了。好吗？到我这儿全没了。啊，妈，哎，快！好家伙，来劲儿。什么事儿啊？是人家送给我的，送给我的。哎、行了，我都行了，送给我的。别得理不让人了。这个易拉宫里还有我，我想起桩心事来了、哦、什么心事啊？妈、哎、您还记得不记得我爹临终的时候跟您说的那些话呢？哦，你爹临终的时候跟我说的话，他告诉我他死了不让我嫁人。妈，您说的这个不是？不是，我爹不是跟您说了吗？如今我活着在正宫我拉的开，我要是死了只有我们小妞拉的开，要是有人再拉的开这正宫的送给他。不是，卖给他。哎呦妈，也不是。那是什么呀？妈，您忘了这里边还有个小小贩儿呢。小贩哦，留神小偷，别给偷了，是不是？哎呦，不是。那是什么呀？干脆，我都跟您谁说了吧？我爹不是说了吗？嗯、要是有人再拉得开这张弓的，怎么样？就是咱们门的小妹今天到了。哎呦，不还少妇。是啊，我们老头子临终的时候是有这句话呀，可是我这么大岁数了，那我怎么能跟人家说呢？这、嗯、这怎么办呢？哎，我呀圆和脸一妈长和脸得了，我不怕。妈妈一步好，坐着啊，你也坐着。壮士，妈妈，我们老头子在世的时候、哎、他拉得开这张弓、哦、我们老头子去世了，是我们小妞拉这张弓，再有人拉着这张弓，他他成了样的。妈妈，妈妈，你我今天体谅当门人呐。行了，你要把我给挤得还脸去呀？是啊，就是啊，就是我们家的门婿到了。哦，如果女人不去上上孝去，别坏坏了。我不知人家姓什么叫什么，这，哎，有了，等过门再说。
干嘛呢你？妈，人儿呢？人儿啊，吃了。画儿呢？画儿啊，吃了。是呢。是啊，吃上套打了。哎呦，妈耶！我的天使，我的天使啊！你别说了。我跟人家一说，人家就翻了。他说：“俺乃将门之后，岂能要一个茶婆之女？”茶婆之女又怎么去了？人家呀，嫌你是跑堂了。绝孙了，我告诉你。
哭，今日又霸占吾耳的心事，难道一说就罢了不成？好有了，从矿中赴死，押运乡银十万，然后再派将军无意劫了他的乡银，打矿中赴死，失了乡银，定然恢复清罪。到那时再向他赴死，发配在边关。他那是。两小非君子，无徒不赞同。
算算，今儿都几儿了？嗯，是三天了。那怎么连个下厅里的都没有啊？孩子，你别着急，这个事儿啊，绝对吹不了。你妈的眼力好，看不错人。她会不会变了卦呢？不会的，人家不是说三天之后吗？啊，来来，请进，请进，请进。哎呀，了得了！我受邝将军所差遣，有书信方小姐听看。为我自来。是若想赢十万，被害八配奸官，婚姻已成画饼。Oh,
理不可打破。二三不说人之难，是鬼子不砍得断，这罪名就藏在我一人承担。
Oh,
孩子，咱们走了这么长的时间了，妈这肚子里也饿了，咱们得想个办法呀。是啊，妈呀，您瞧那半山之上屡屡炊烟，定有人家。对，咱们上前行的小，明儿个再走吧。那倒也可以。哎，就咱们娘俩这个样子，那人家要问起来咱们怎么说呀？是啊，我这个打扮总得有个男人的名字啊。是啊，这有吗？妈呀，哎，咱们不是投奔王富刚吗？是啊，我就冒名顶替王富刚，您瞧怎么样啊？嗯，还行。那妈我呢？您呐、啊，干脆呀、啊，您呐、啊、就冒充王富刚的妈妈。那人家王富刚有妈妈，管他有没有啊，您呐、啊、就是王富刚的妈妈喽。一伙人马下山来了，好像是牲口，不要紧的，都由我动。好，thank you.
叫王府刚了啊，咱们啊上山上山。对对对啊，咱们哎呦妈呀，您那到